业绩变好，奖金变少，奖金变少，行动是什么？加码加码加码！不畏寒风细雨，二十几位新海瓦斯员工过年前到总部献花给董事长谢荣富，除了拜早年，还要上演一出行动剧。哎，怎么缩水了？公司的业绩不是日日增发，怎么缩水了？剧情酸到最高点，新海瓦斯前年营收22亿3600多万，发四个月年中，2023年营收增加5100多万，年中却缩水到3.5个月，而且母公司大台北瓦斯发4.5个月年中，同工不同酬，点燃170名员工怒气。他们今年有4.5个月，那我们今年是3.5个月。我相信我们公司的业绩没有比他们差啦，那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董事长，而且是属于同一个控股的公司，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员工不是很公平的。恭请董事长加码，奖金到位。透过内部流程，等不到高层回应，工会决定公开陈情。过年应景的火鹤红，充满祝福的桔梗，挂满员工心意。公司的这些利润，包括年终奖金，本来就应该跟工会来共同协商跟决定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。单方面的决定降年终奖金，我觉得这个员工当然不能接受，我们在公运里面也不能接受。来自全国各地劳团前来声援，喊出新海员工心声。期盼董事长聆听，让员工能过个好年。民视新闻陈柏翰新北市报道。